因为等一下我们上车的时候就要拆掉了。你现在直接削掉坏死了？没有，我在用毛的。用花木刀啊！你快拿出一盒，会不会被踢到旁边去？不小心踢到旁边去。没关系，先就这样就好了。就这样。对。进去之后你搭着手，然后会把帆布扣上。不要踩到，你不要踩到帆布哦。可恶！对，好，帆布扣住。拿给我。I don't know why.